巨蟹座在恋爱中最不能接受什么？巨蟹座是一个敏感而情感丰富的星座，他们非常注重与伴侣之间的情感连接和亲密关系。首先，巨蟹座难以接受缺乏情感安全感的关系，他们渴望在恋爱中感受到稳定、温暖和亲密的情感环境。如果伴侣的行为或言语让巨蟹座感到不安，不被重视或不被理解，他们可能会感到受伤和失望，他们需要一个能够提供情感支持和保护的伴侣，以满足他们对安全感的需求。其次，巨蟹座很难接受被忽视或忽略的感觉，他们非常重视关系中的互动和关心，并希望能够获得伴侣的关注和关怀。如果伴侣对他们的情感需求漠不关心，或者在关键时刻忽视他们的存在，巨蟹座可能会感到伤心和失望，他们希望能够与伴侣建立起深入而有意义的情感联系。巨蟹座深深渴望在关系中获得情感的安全感和关注，他们需要一个能够与他们建立情感纽带、理解和尊重他们的伴侣。缺乏情感安全感和被忽视是巨蟹座在恋爱中最难以接受的事情，这可能会对他们的情感健康和恋爱关系造成负面影响。我是静电鱼，关注我，每天都有好运气。